典礼今天下午4:20在台北市侨光堂举行，由经济部长孙运璇主持，内政部长徐庆忠在会中颁奖给60年工业安全卫生工作的37个优良单位和59年的6个优良主持单位、28个优良实施单位跟65位优良工作人员。闭幕典礼在全体出席人员合唱了工业安全歌以后闭幕。